Hello， 各位新嘅、旧嘅网友，你哋好。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。好明显，我行紧八大道啦，我真系有啲吃惊，竟然咁冷冷清清、清清冷冷的感觉。我真系冇讲错噶，我唔系讲人啊，我系讲紧啲摊位啊。以前摆喺呢一辣嘅咧，影都唔见咗咯。我咁又未絕跡嘅，仲剩翻西一小咧，咁所以望我話冷清咯。我仲以為佢哋好勤力啦，好捱得啦，刻苦耐勞啦，比我哋任何人都，因為又要面皮好厚嘅話，又因為如果你叫我咁樣擺喺度擺嘢喺街賣咧，哇！我好驚中咗熟人哇！用乜嘢我舊情人拖住個老婆穿咩啊？怎讲呢，真好有钱的人着上名牌的嘛，我踎在地上卖东西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即这样说，我真的宁愿去餐馆洗碗，我都不要在这不要露面咯。讲笑也好，讲真也好，有些人是这样跟我讲的。我就不太惯东西铺在地上，还有不怕很多灰尘，这个其次啦。咁身為客人嘅我，你要我踎低，哎呀，你知我啦，我都唔喺中國，我嗰啲咁嘅謀刺啊、踎字咧嗰啲咁嘅動作啊，我係做唔到噶 ，OK？ 哇，你又叫我好似日本人咁彎腰，哇，我老細成日都係咁樣十熟九頭咁見到啲客人啊，好似貴賓好似唔知咁成日彎住腰，我睇到佢個動作，我心諗好彩你冇叫我做啫，啊，呢個係美國嘅信差程序。好了，都没人写信给我了。两年了。前年呢，我收过圣诞卡的，是我贴紧寄给我的。我穿了个位，没人可怜的，快点买嘢食先。给两个带钱。两个带钱，我两份吧。好。一个向你寄钱。哦。可能辣椒酱吗你？冇咯，阿坚加啲辣椒酱，我对食啲。好。几钱啊？买一份。6.25元。OK。喺度買的話，你炒米粉拆嗰兩三秒睇到我頭都暈埋。咁啊好啦，我撞到嘅話，我就拆慢慢拆一下俾你睇。咁大陸啊？喺呢度嘅啫。你哋有時睇呢啲分享食物嗰啲咧。哦。你知啦，買唔到等我口水流下都啦。唔好喺紐約嘅，佢自己可以過嚟買。食物嗰啲。你知而家個個都係發食物嘅。係啦係啦，最好係講食嘅咯，我有時你睇到人哋食呢啲嘢，你想食咁啊嘛。係咯，補翻個鏡頭俾你食。因為咧係好忙，接啲時間出嚟拍視頻噶嘛，滾水淥嘅。點解我屋企炒米粉咁難炒嘅？你翻兩下就夠。係啦。正啊！幾點開檔啊？我哋朝早咁早啊？係啊。咁啊係。好啦，好生意啦，下次嚟。这一小碗3.5元，我说汤好喝，老板说是老火汤。其实去旅游咁耐冇变肥算好彩咯，至于有冇瘦到？又唔覺啦。雞蛋仔就食過啫，雞蛋水果嚟嘅，雞蛋果啊叫。平啲咧就5元磅，貴啲咧就10元磅，跟住咧，哇！成條街都好多賣呢啲大隻雪梨啫，唔知。有少少想食，每一次見到，但係咧嗰啲揸出嚟咧又太麻煩，而且太甜啦，算啦。我如果要食嘅話，我係會先炸，叫佢炸啲汁出嚟用飲嘅。出嚟買菜啊！聽聞話週末落雪啊！
即係落雨嗰啲咧，總之天氣唔好啦。咁啊，嚟呢啲咁嘅細超市買菜都有菜嘅。先睇下其他嘢。好嘈系咪？我行入啲噶，呢间之前都有嚟帮衬过几多次下嘅，但系点解今日觉得好似啲嘢唔够新鲜？你哋话咧，话嘅野菜咁鬼死大个，捞啦！我中意想买个细啲嘅。青椒 OK 喎，咁啊靓喎，因为有好多地方系比我块面巢皮好多啊。咁啊呢个慢慢啦，头先个青椒 OK， 呢个都 OK 啦。有时买少少炒下其他嘢，炒肉都得，乜都得。牛角椒，我第一次知道佢叫牛角椒，以前冇怀疑佢。咁如果真系唔系拍视频，唔会睇字嘅，就咁立起嗰样嘢去称就系噶啦。所以有时拍视频咧，自己都学到好多嘢嘅。平时拍视频比较拍多嘅系大超市，但系日常其实都经常嚟细个嘅。哇，好贵啊！啲韭菜越来越贵啊！算罢啦，好彩都自己有种嚟食。咁而家冬天梗系冇啦，我讲夏天嘅时候，麻麻咗，点解硬觉得唔够新鲜？佛掌哥有一排食惊咗，朋友种好多拎过嚟嘅。呢、這个我有时都几中意炒呢样嘢食嘅。啊，另外一间喺度谂紧究竟喺边呢？我老妈子之前成日带我去嗰、那个，我、喺对面啊，睇到啦。结果喺58街，在58街街口就看到街边的这58街街边嗰啲水果档，挺新鲜啊，就没有去对面。时故啊，系咪？我妈要会中意食噶，我要买俾佢，系咪拣大粒啊细粒啊？又唔记得咗啦。挺好啊，在街边买，还几好啊，喺街边买，唔使排队，不用像大超市里面那样排队。这个1.99，刚才看到一个是9.99，头先隔篱有一个9.99。哇，9.99嗰个好差啊，1.99嘅先似样。大致上睇落啲嘢系几新鲜嘅，通常经过都有望下啦，因为唔使行入铺头嘛。今日个视频咧，因为本人咧就，唔系赶头就赶尾噶啦，咁啊食咗上一餐，再上一餐啫。但系我翻嚟已经好肚饿噶啦，下一餐系咪先食嗰个咁嘅喎？咁嗰碗仔咁嘅嘢，唔系撑得几耐嘅。现在天气冷了，随便吃点东西撑不了多久的，很快又饿了。所以这个视频呢，到后面就又感觉又有赶时间了，所以呢字幕就不放出来了。咁啊，唔理啲字幕啦，我要赶时间整翻上去啦。整翻上去，我意思话上传啊，5块钱买了2磅菜，5蚊鸡啊，买咗呢两种，叫佢侵住俾我咯。咁啊，油菜食得多啦，停一停。啊，屋企仲有糖芥兰，我成日讲错啲菜名嘅，冷，真系有点冷，今日真系几冻。急速咁食咗好几啖之后咧，很急速地吃了几口之后，才想起好烫啊，烫到我的舌头，条脷都唔可以的。